尔湾这个房子的大客厅这么大，在这里都可以打球了。这栋接近2900尺的大房子只要480尺，你能想象吗？而且呢，周边还有这么多的停车位。现在尔湾呢，基本上也要800左右一尺了，但是这个仅仅480，还有2个不算面积的大阳台。而且呢，步行3分钟到学校，步行4分钟到泳池。虽然说是连排，但是是车库相连的。那么在这一层的居住空间，还有上面一层的活动室，都是四面采光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下面呢，咱们一起来看这栋房子。首先呢，刚才咱们看到的是客厅，这里呢是它位于客厅旁边的大阳台，这么多大窗户，采光非常非常的好。在厨房旁边呢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储物空间，用来放不需要冷冻的东西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去看它的卧室是什么样子的。进来之后呢，咱们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洗衣房，还有一个客人的卫生间。洗衣房呢有橱柜，有水盆，这个是客人的一个卫生间。旁边呢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，这里是可以挂衣服的，所以呢它这个配置非常的实用。再往前走呢，这里是2间次卧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光线都照进来了，采光非常的不错。这2个次卧呢是共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，双水盆的设计，有浴缸、大镜子，而且呢它也是明卫。而在这个卫生间的旁边呢，就是它另外的一个次卧。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呢，从前面有很大的开阔空间，在它的后面也有很大的开阔空间，看出去都是这样的绿色。现在呢，咱们来到了主卧，主卧的卫生间非常非常的大，里面有浴缸，有站浴，有双水盆，有大镜子，同样呢也是有一扇大窗户。在这个卫生间的对面呢，就是主卧的衣橱，这个是步入式的衣橱，咱们可以看到这里能放非常多的衣服。这边呢就是它的大主卧，一共呢是有5扇窗户，并且呢从窗户看出去也是这种开阔的空间和满眼的绿色。咱们回到了大客厅，咱们到上面去看一下它的活动室，这样的一个大层高。这个活动室呢，它是分为室内室外的空间，也是周围环绕着窗户，并且有这样的一扇大的推拉门，这里有一个超大的阳台。原来在样板间的时候，这里可以放2张台球桌，而且呢从这个阳台上可以有非常开阔的这样的一个视野。上千栋房子的小区，这样的房子只有50多栋。更多的问题可以单独问我，感谢您的观看。